还有我们的汤种 bagel 面包，它制作的过程相当复杂，是要先采取部分的面团，先烫熟之后再加入搅拌。那搅拌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所以我们的面团劲相当就可以到最大化，所以我们的 bagel 吃起来口感非常 Q 弹，不会像一般印象中硬邦邦扎实的口感。我们的香辣面是自己特制的辣椒与蒜头，还有肉酱下去炒的，炒制而成的。然后我们的里脊，遇见里脊是芋泥，也是有特调过的啊。千层蛋饼有酥脆的口感。